晚上好，嗨，晚上好。谢谢投票。我的刘海长了一个很尴尬的长度，然后我想，就是刚刚洗了个头，所以它现在有点乱。谢谢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小雨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投票。没有吃饱，然后刚刚跟冉薇一起啊，有点化了，点了个冰淇淋。化了，嗯。而且你们本来想化妆出去上课的，但是呢，天气太恶劣了，好冰。嗯，这是冰淇淋，然后里面有巧克力碎和巴旦木。好冰。谢谢，这里是锅中丧尸一把米的99，谢谢你的投票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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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小米，谢谢谢谢谢谢投票，谢谢，嘿对。谢谢，可以推，要99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，他还倒了，把它滴下来，这个冰淇淋化了，你们看上面都化掉。谢谢投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再看原界线，下场还是跳跃原界线，没换得出去。
我也喜欢只要发大木和巧克力碎 DQ 中中，那用一种夜视的眼睛听着我，我觉得我今天眼睛跟啾啾长得很像。应该是大眼睛。周姐在吃冰淇淋，看不懂吗？好冰，我今天我喝两位，而且就是正好在食堂碰到，然后我们两个都发现没有饭。谢谢乐乐的九九，谢谢乐乐，谢谢你给我投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两个都发现就是没有饭了，我点了一个鸭绝味鸭脖，但是没有点鸭脖。然后我们俩就下面吃了这个绝味，然后就了那个粥。因为我不喜欢啃鸭脖，所以我点了绝味鸭脖，没有鸭脖，我点了鸭肠什么的。看一下这鱼有点肥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投票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知道，我这么吃它就不会掉了。我怕你干嘛？它果然落下来了。哎，这样有点太高了，这样好像一个吃播，像不像？啊，这样我就不用一直在解释我在吃什么。其实我没有吃饱，我很饿。脸比杯子小，是因为这个杯子在我的脸前面。我是一个心机的女孩，我故意把脸放在她的后面。为什么呢？例如冰淇淋在我的后面，我就只能用后脑勺吃了。好冰啊！等一下，谢谢25秒，谢谢小淼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
刨冰啊。谢谢谢谢投票，能吃完半个西瓜当然能了。谢谢法外狂徒张小三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你投票，谢谢你给我投票。吃一边擦，很担心我吃坏肚子，不会的，如果吃，哎呀，吃坏肚子的话，那就不用减肥了。今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，我还有吃的呢。本来想说吃点好吃的去跳舞，结果舞没有跳成。怎么漏油了？嗯，哎呀呀呀！不知道哎，因为我房间感受不到外面。风下雨都不知道啊，头突然晕了一下。嗯，房间刮风下雨都没有感觉。我们不对着外面，我们隔壁只有练习室。谢谢森森幺的小脚，谢谢森森幺给我投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美瞳什么牌子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，不会念。谢谢小小明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呀，很好吃。谢谢小小明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投票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九票。哦，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小小明姐姐的九九。为你带来一首，带来一首什么呢？唱不出来，谢谢小小明姐姐。谢谢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，谢谢为我投票。没有录的。对，可以。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小明姐姐的九九，哦，谢谢谢谢。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大好的日子吗？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
月球和米姐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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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哼，为什么头像是一个儿时的我？谢谢小米姐姐的九九。谢谢小米姐姐，谢谢。谢谢小手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啊掉了，谢谢小手姐姐，谢谢小事不会，谢谢九票，差点又破坏市场规律，谢谢小夏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小夏姐姐，等等我，我吃到地上去，还吃到下巴上。谢谢小夏姐姐，谢谢小夏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小夏姐姐，谢谢你，变哥哥，为什么要变哥哥？女哥哥，但是有很多人叫我哥哥，啾啾正在看着我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啾啾就在他的手收藏着，然后我发现他每次我躺着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跟我一块儿躺，我睡觉他就跟我一起睡觉，我要躺在那边他就会自己趴到我的胸口，我都没有看奥运会，开幕式我都没看，但是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是上小学还是上初中啊？2008年我10岁，我在上小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课本写的奥运会，是不是男妈妈已经跑路吧，
跑路了，那我就不谢你了。呵呵，跑路的男妈妈，谢谢你。看，谢谢小费小点小何姐姐。什么叫小费小点小何姐姐？谢谢小费小点小何姐姐的九九，谢谢你。谢谢谢谢，你跟我说骨头香很难嚼。谢谢投票。谢谢小费，小姐小何姐姐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投票。我最近很照顾自己啊，睡得很早，早到，哎呀，我那天电台是真的没有想睡觉，结果就是睡着了。有点尴尬，完全进入了梦乡，睡得好死。谢谢一米心跳九九，谢谢一米心跳九九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烤小鹅喝粥的九九，谢谢烤小鹅喝粥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为我投票。我就觉得晕倒了一样，感觉自己本来是想吓吓你们，后来人就晕了。谢谢小费小点小何姐姐的九九，谢谢谢谢谢谢烤小鹅和猪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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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。真的吗？有人给我投票了还？我本来是想吓你们，结果后来。我也不知道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试探我是不是真水，真的吗？怎么？怎么不用9999试探我一下？这样说不定就醒了。不如别试探，赶紧睡吧。走路撞墙了，你是在走路看直播吗？谢谢投票，谢谢老夫妇嫩姐姐的九九，谢谢，谢谢老夫妇嫩姐姐的九九，谢谢。你们说，我以前一直都很好奇。当单退网是什么感觉？真的吗？谢谢所有，谢谢大黄瓜子，大黄瓜瓜子你在吗？
艾特大黄瓜瓜子，谢谢你的999票，谢谢大黄瓜瓜子，谢谢你。你在不？你不在，好的，不谢了。谢谢投票。嗯，人不在呀、啊。看吗？我以前就很好奇，那天我什么感觉？我当不了啊，应该不是钱包更空的感觉。我觉得，当单推王感觉很神奇。哎呀，这个化掉的。我还想知道。投票是什么感觉？嗯，那我以前在直播间给别人送过礼物，我觉得很开心很快乐，那些投票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很快乐的感觉吧。谢谢，谢谢投票，谢谢。哎呦，真的吗？让我体验一下那个感觉。但是我以前送礼物，是抖音上的女主播，她都不谢我。气死我了。白花钱了，忍痛花那么多钱，这个东西没谢我，出坑了我。我说我送不起嘉年华，我都送的也不是很少吧。然后后来，我又送给别人，然后人家谢我，一下我就立刻入坑了。谢谢投票。谢谢投票。就是。很神奇的感觉，我觉得他需要我。谢谢投票，我感觉卡牙了。谢谢投票。谢谢皮卡丘哥哥的99，谢谢皮卡丘哥哥，谢谢。但是又没有，只是有一种感觉卡压了。
对呀，我全身上下器官长得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牙齿了，除了牙一无所有，其他地方长得都有点毛病，就是牙长得最完美，没有毛病。我没有凡尔赛，真的。你们看，如果说眉毛的话，眉毛我是画的。谢谢小小明姐姐的九九，谢谢小小明姐姐，谢谢谢谢你九九，谢。然后眼睛，谢谢皮卡丘哥哥的九九，谢谢皮卡丘哥哥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阿米哥哥。谢谢阿米哥哥的九九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谢谢烤小鹅姐姐，谢谢烤小鹅姐姐的九九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对呀，这里有兔，又当哥又当姐，我的粉丝都是阴阳人。嗯，怎么感觉在骂你们？就是双面也不对，就是雌雄同体，有点难以。谢谢皮卡丘哥哥的九九，谢谢皮卡丘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要不别说了，好吧。啊，我就闭嘴了。谢谢夏哥哥的九九，谢谢夏哥哥，你看嘛，刚刚还是女的，现在是男的，谢谢夏哥哥的九九，谢谢。皮卡丘是男的吗？皮卡丘是男的吗？哎，好问题，皮卡丘是男的吗？我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皮卡丘的性别问题。我，他配音是男的，是因为他跟男的身体交换。可是他讲话是，比嘎比嘎。我想去床上躺着。谢谢小小明哥哥的九九，谢谢。感觉我在这里眼白的都发光了。我只是疲惫了。谢谢小小明哥哥的九九，谢谢小小明哥哥。小小明哥哥今天是不是发财了？你们看，如果有个刘海儿多好。这样，谢谢小小明哥哥的九九，谢谢小小明哥哥。你们不都是喜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吗？你们看，这样就回到以前了。我以前刘海就是这样吧。差不多吧。因为没经历我那时候，谢谢看雨一直下的九九，谢谢看雨一直下。这样子，有没有一种颓废的感觉？
非主流的感觉。谢谢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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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cake 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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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小明哥哥的九九，谢谢，只是半个爱心，谢谢谢谢。又是传送之歌入坑，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很火啊。因为造型很抑郁，反正大家都是喜欢那个时候的我，不是现在的我。谢谢投票。对呀，因为现在的小雨就没有人喜欢了，唉，世界上。最大的困难不是不愿意和世界对抗，而是怕自己投降。谁懂？谢谢巨石，一锅粥算是一把米的九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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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个发型不好看吗？没有回到当初的感觉的吗？我以前刘海就长这个样子。谢谢小小明哥哥，谢谢小小明哥哥的九九，谢谢谢谢。这是日系刘海，谢谢小风的九九，谢谢小风，谢谢谢谢。